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是 sin 呢793度是 k， 啊，它要你用 k 哈，来表示这个 cosine 负107度的。那这个的话哈，那个角度太大了，我们把这个哈画到呢第一象限去。第一象限的话，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的话呢接近哈，哎，两圈是720嘛，这个是等于 sin 多少哈？360度哈，乘以二，这已经是720了，那加多少？793减720，这是373的。哦，啊，这个它是一个周期函数嘛，你转两圈回到什么呢？回到那个第一象限来，哦，这个就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它是同界角，所以它有相同的三角函数。等于 sin 多少呢？ sin 哈，73度了，哦，等于是转了两圈嘛，多转了两圈以后跑到第一象限的，所以这个是等于37度，也就是说这个题目哦就改成什么呢？改成 sin 呢73度哈，等于 k， 那么问哈 cosine 呢107度等于多少？好，那这个73度哈。跟107度的话，哈，107跟73加起来刚好是吧？刚好是180，所以这个可以写什么 ？cosine 多少呢？哦 ，cosine 哈，这个是，我现在给它加180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等于负的哈，180度哈，加上多少呢？负的107度。哦，我们有那个换角公式嘛？换角公式。换角公式说是，180加上 x， 这 x 我们把它看成在第一象限的话，这跑到第三象限去，跑到第三象限去的话，哈，这个 cosine 是负的，我说你碰到180以后，函数名不变嘛，哦，然后就在第三象限，哦，第三象限的话呢 ，cosine 是负的，所以这是负的，所以这要加入号，意思就是这样，好。那这个刚好等于多少？这个是负的多少呢 ？cosine 哈，180减107哈，刚好是73。那这个等于这个的负的多少呢？一减掉 sin 哈，73度的平方了。那 sin 73度就是 k 啊，所以就是负的多少？一减掉 k 平方。